弟兄姊妹，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保罗得的启示很大，讲到很多奥秘，其中一样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提到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是非常之贴心和个人性，当中亦都有很丰富的意思，例如我们不再被定罪和一定得荣耀，这个亦都是主的爱愿，祂很想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好好装备自己，通透真理，将我们所认识的奥秘传给这个世代的人知道。保罗得的启示很厉害哦，甚至呢太厉害啊，或者会影响他自高啊，所以神真的什么都好啊，甚至呢有些刺激他呢神都会用。但主有同时说什么，我恩典都够你用，不是只有刺激一下，他会经历到神的恩典更大，赏赐更多，真的太好了。那保罗神给他积分，要将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就是历史的代所隐藏的奥秘。保罗讲了很多奥秘，其中一个就是基督在他心中，这件事真的太宝贵，真的。他永远住在我们最荣耀的那里，那个灵里面，帮他联合成为一灵。哥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还讲埋呢，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明白吗？我那些信息呢，很多都讲到神的奥秘的东西，比如讲到教会方面，神的心意那些，这些就是基督的奥秘，亦都历代所隐藏的。那你发现我都讲很多主在心中，那心中的工作的，他怎样帮我讲嘢，帮我哋啊，各方面啦。嗱，呢都系我嘅信息。所以今日行喺保罗嘅脚中里边噶，所经历紧嗰啲嘢。咁我仲讲其他啲奥秘噶，其他一样就煮翻嚟啊。呢方面我都经常提你噶，同埋咧，主打开咗预言啦。因为呢方面使我哋永恒嘅煮翻嚟嘅盼望，即系咁啊，煮咗真够。咁就永恒啲书啊，启示嗰啲书啊。咁但系讲教会讲好多，就特别咧。讲到狗是他辛苦啊，我们是他奸偶啊，这些是我信息的很中心的东西，是神的家。所以顶着我真的走在他心里面的，真的我走在圣经的，是保罗的路来的。他保罗向我标杆直跑，我都应该向着标杆直跑的，我应该清楚我们人生方向，我们要赐主啊，就爱主啊，就完成他心意啊。你看这个保罗呢，监狱书信里面咧，坐紧监，佢特别咧写信咧就讲到神嘅奥秘嘅，以弗所书咧讲出嗰啲历代嘅奥秘，而家系咩？再讲埋咧极大嘅奥秘，嘅奥秘就系啦，教会就系主骨中嘅骨，你睇下冇鬼啊？帮主嗰种哇最厉害嗰种，全我宇宙最深爱嘅联合。保罗当然佢都讲到咧，有啲奥秘咩啊？佢话。神就肉身显现，大灾啊，敬虔奥秘，一咁大嘅奥秘啦，产生咗啦。头先讲过极大嘅奥秘，教会系基督嘅奥秘，太宝贵。但唔系单系讲出呢啲，就讲出我好个人性最深一样嘢。所以呢个奥秘就系啦，基督住喺我心中，哇，系咪太宝贵？咁个人性，咁贴心，咁样将我自己俾过我哋。讲咗俾我哋，帮佢咁近咁近，全佢就最近噶，最特别同在咁样，将佢哋俾我哋。而家呢个俾咗我哋啦，就证明我真系冇罪啊嘛。如果我仲有罪未赦免啦，佢点样住喺我心中咧？而家咁近咧，冇可能噶。所以咧，我真系比雪更加白噶。所以我真系不再被定罪。就算我真系有失败咧，我都要坦然无惧，快快飞翻到佢嗰度。佢喺我里面，佢会改变你㗎。所以呢顶姐妹啊，前面呢我哋好装备自己喎，自己能够认识啊，自己去通透啲真理㗎。我盼你同我呢喺而家嚟緊嘅前面嘅日子呢，喺全地圆嘅心意啦，一齐做呢种子嘅顶姐妹啊，能够好似保罗咁喎，一样将呢啲奥秘传俾其他人，
因为呢啲根本就系咧神心底个最宝贵嘅嘢嚟噶，佢秘密，亦都系最满足我哋嘅心噶。神愿每个属佢人都知道噶，就系想未啲人信主，都知道呢啲。就因为神呢系神为我哋预备咗，为人预备咗最宝贵嗰啲嘢。咁好多人都连得救都未添，真系第一步都未有。咁但系得救好犀利噶，一得救咧就已经系进入呢奥秘里边。不过佢就当时未听到，未知啫。嗱，咁我哋做种子嘅弟兄姊妹啦，亦都要帮全球嗰啲嘅弟兄姊妹带翻喺心里边，认识呢人生最宝贵嘅嘢，认识神嘅心意，佢爱望，成为佢人生意义，就享受住住喺你里面啊，咁近噶，呢个永伴，太宝贵啦！住住喺我里面，你点想到啊？嗱，我觉得太宝贵就呢个都系爱渴求嚟噶。啊！佢钉受时嗰晚，佢个爱愿嘅祷告啦，最后一句就系啦，我也要喺佢哋嘅里面，你讲出佢爱嘅渴求，佢帮佢最近，我一定系想最近嘅。佢喺我里面，一方面我将来得荣耀咧，绝对系有把握噶啦。所以得救梗系得救啦，连荣耀都有把握。咁仲有咧，佢喺里面咧要使我哋今生咧。都有荣耀盼望啊！即系今生你可以继续荣耀，继续荣耀，继续去啊！个潜质你我都唔知啊！所以你心一定可以起翻噶，绝对系咪？起翻唔系起翻少少啊，都可以去荣耀噶。我朝神威。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荣耀